마지막 상실입니다. 旗下乐团 Dexys 近期带着新专辑 Forever 回归乐坛，上周12号到14号为期三天，在首尔举办 Welcome to the Show 演唱会，带来多首好歌。而 Dexys 一直以来都以和歌迷大合唱闻名，却因为进入演唱会为生，一度无法克制粉丝可惜的呐喊。다음 section 이마지막 섹션입니다. 너무 흡사 지휘잖아요 지금. 우리 멤버형이에요 멤버형.为了控制耍赖的粉丝们，全员 Young K 发出人体警鸣的声音，成功摆平现场粉丝秩序，超神奇的方式笑翻现场粉丝，也让不少网友留言，也太搞笑了吧，居然有那种神奇的方法，在现场差点没笑死，也太有 sense 了吧，无法想象在现场直接看到会有多好笑。